大家好，今天讲一个女儿失踪了，爸爸做键盘侠的故事。曾经一家子幸福生活，因为妈妈得了恶性淋巴瘤发生了巨变，最终母亲离开了这个世界，只剩下金先生和女儿马哥。金先生经常和女儿视频电话，提醒女儿倒垃圾。金先生伤心的时候只能看视频回忆妻子。半夜女儿打电话来了两次，视频一次，可惜金先生没有接。第二天金先生打电话过去，女儿没有接听。下午金先生又给女儿发信息，不要忘记倒垃圾，结果没有回应。随后找钢琴教师，发现六个月前女儿已经取消了钢琴课。去学校问，发现周五没有去上课。金先生查了她的社交账号，全部屏蔽状态。通过电脑记录找了女儿朋友的母亲，发现他们去爬山了。爸爸想发一长段信息，最后还是删了。凌晨他朋友打电话给金先生，女儿失约了，没有去爬山。金先生立马报警失踪人口，并汇报了所有知道的细节。过了一会儿，又一个女探员打来电话，要求同样的失踪细节。金先生有些疑惑，网上查了女探员，发现身份真实，就确认了所有细节。晚上学习后，马哥和他的车周四失踪了，晚上11点给你打过电话三次，周五他没有上课，六个月没有去钢琴课了。金先生去电脑上找了女儿 Facebook 的账号密码，登录了女儿的 Facebook， 一个个打电话过去，打了90多个电话，发现女儿比较孤单，没有什么朋友。周四晚上的学习小组生物课也去找了，晚上9点下课后他就没有了消息。女探员发了一个他驾车离开的视频给金先生，发现他离开小镇，金先生觉得这个和他女儿行为习惯不符合。查了女儿的银行账户，发现女儿转了2500美元出去。查了女儿的一个社交账号，也没有任何发现。女探员说，发现了一个假证件，是你女儿的，还发现假证件银行账户给自己假账户汇了一笔钱。金先生不相信女儿会逃跑做这种事情。金先生登录女儿的直播账号，查找了一些记录，女探员没有查到任何可疑踪迹。最后金先生在直播账号里发现一个湖的照片，离女儿消失的地方很近。金先生立马驱车前往，告诉女探员维克，在湖边找到了女儿的钥匙链。最终警察发现湖底有辆汽车，打捞后发现车里没有人，但是副驾驶里有血迹，暂时定性为绑架。警察们开始在湖边的山里进行搜索，汽车座位下发现了2500美元信封。网络上开始传播一些负面言论，认为是家长的失败，认为是家长的错。直播间里一个造谣的说，这钱是拉皮条给的。金先生立马到现场去指责，打碎了造谣者下巴。女探员视频告诉金先生，要求他停止参与调查。金先生查看乘车照片，发现了弟弟的物品，查看了两个人的同步聊天记录，两个人经常聊到很晚。金先生故意邀请弟弟来家里安装好摄像头。金先生质问弟弟，你见我女儿最后是什么时候？弟弟开始支支吾吾。金先生说出了聊天记录，两个人开始争执。金先生掐住他，你干了什么？弟弟说，我给了他大麻。你女儿每次看到钢琴就会想起妈妈，你们已经很久没有交流了。这个时候女探员不断地来电话，女探员发来消息，你女儿已经死了，被一个毒贩给谋杀了，毒贩已经自杀，但是没有发现尸体。伤心绝望的父亲不断地回顾曾经的视频。金先生发现和女儿网上交往的汉娜其实是一个兼职模特，这个和聊天记录中告诉女儿的事情不符。打电话给汉娜，汉娜直接否认，说没有警方给她来过电话。金先生跟女探员打电话忙音，有个警员告诉他，女探员是自愿来接这个案子的。查询曾经的女探员照片，金先生发现自杀的罪犯和女探员曾经一起修建康复诊所。
金先生联系了副警长，在守夜礼上警察带走了女探员。审问中，女探员接到了儿子电话，他把一个女孩推下了峡谷。6个月前，女探员的儿子罗伯特在社交网站上认识了马哥。罗伯特从小学就喜欢他，了解他的一切，编造了一个身份在直播间和马哥聊天。罗伯特撒谎说母亲得了癌症缺钱，马哥给他转了2500美元让他支付母亲的医药费。罗伯特觉得愧疚，想还他钱，所以跟踪了马哥，在湖边马哥抽了大麻，他进车，马哥尖叫打他，他逃走了并且打了电话。峡谷边争执中，他推了他一下，然后他掉了下去。女探员自己做了决定，把车推下了湖，然后女探员自己接了案子的调查权，伪造了假身份证记录，特意让搜寻人员找不到马哥，用毒品买通了那个惯犯，然后伪造自杀事件。女探员不希望儿子坐牢，坐牢会毁了孩子的前途，所以策划了这一切。在押送女探员路上，金先生觉得前两天下了一场雨，所以即使过去5天，女儿还是有成活的可能，所以直接去峡谷找女儿。最终女儿从峡谷被救了。医院里爸爸为女儿感到骄傲，妈妈也会为女儿骄傲，他们重新申请了钢琴课。这个故事告诉大家，互联网要注重隐私，否则有人给你挖坑。谢谢观看，请订阅三笑频道，谢谢。